片中就是有讲天不假不水老不鬼，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是这一种型的老公吗？我啊，嗯，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常常我老婆都会提醒我了，你听老婆的话就对了。特地为戏正胖啊，一百真的有哦。老婆也在旁边念啊，老婆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，我们他不会这样子，哦，对，他会说你很开心啊，现在因为我喜欢吃啊。引起做工的人电影版集结李明顺、尤安顺、薛世林、柯淑云等原班人马演出之外，电影版还找来镜中事后天星加入，今天举办媒体茶叙，导演大爆薛世林在戏中意外抓到天星的胸部，让他尴尬不已，反而是天星大方鼓励他勇敢抓下去。阿全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啊，他以为会有一个模特替身去让他握着，对。当我跟他说没有没有，你是要真的握住天星的时候，他就整个人瞪着我看，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说没有啊，然后就非常非常害怕，整个人害怕到不行，还是天心去安慰他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摸上来没关系。因为其实我也紧张嘛，毕竟这是第一次在肉体上这么亲密，对。我也本来是一度也紧张，但是有看到世林他比我还紧张，所以我就发现到不对了，这个状况不行，两个人都慌张，这戏就不要了。对，方律师就出来了。对，我就那个方律师的戏就出来了，他就是要很镇定说，我们就要顺顺把他演完。他刚拍完要跟你说什么吗？他都不敢跟我讲话，这也不敢看我呀。他不敢看我啊。另外，曾经来台发展过女性放风，经常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近照，大秀火辣身材，完全让人看不出来已经52岁。而她与老公李明顺也经常晒恩爱，让媒体也好奇，现实生活中李明顺是否也像剧中一样非常听老婆的话呢？因为在片中就是有讲“天不假不水老不鬼”。这一种型的老公，我啊，嗯，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怎么样都回答是啊，天不假。其实没有吗？我常常我老婆都会提醒我了，你听老婆的话就对了。哪个部分？没有，我觉得都有啦，都有。我觉得没有所谓啊，因为女人比较细心嘛，嗯，然后想的东西会比较周到，嗯，那男人有时候就是头脑比较，我们叫什么？就比较直，没有想那么细。那有些事情听一听也，我觉得 OK 很好。嗯，有特地为戏正胖吗？哦，你不觉得很胖吗？那个有很胖，不是？所以我然后现在又这么瘦，所以就是你是为了影集做这个区别？是。我本来我是讲我本来跟导演也是讨论过说，年轻11年应该要瘦一点。但是我觉得阿迪就是胖胖就要帅，嗯，不是比较可爱？帅还好了，帅也有。然后。我觉得年轻不一定要瘦，可能阿皮年轻更胖。对啊，我是这样子，后来是这样想。像哥胖了几公斤？哇，那个很胖，我那个比你鸡还胖啊。对啊，有啊，应该不止的，有啊。失恋胖啊？很容易啊，胖容易啊，又在台中这么多好吃的，然后台中有很多好朋友兄弟，天天都来找吃饭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容易，那个很容易。人生最胖的时候？就这部戏，我本来以为是影。最胖哎，欸，没有，嗯，啊，是电影最胖，对啊，电影最胖了，我那个肚子真的是很恐怖。那时候几公斤啊？那时候几公斤？我没有秤哎，但应该我相信将近100，100真的有哦。好厉害！那时候胖胖的回家，家人认出。啊，差点认。我儿子一直跟我讲啊，爸爸，你有肥胖症的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晚上不要吃零食了。他是用英语跟我讲啊，他说你 obesity 就是有肥胖症，你还是不要吃零食了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吃这么多肥肉，那也不要喝这么多啤酒，然后你不要吃肥肥的东西，不要吃零食什么什么，他一直跟我讲啊。啊，他不是管我，他可能是很担心我，因为我儿子吃东西吃得很干净。对，他吃很干净，对。老婆也在旁边念啊，老婆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，我们他不会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会说你很开心啊，现在因为我喜欢吃啊，对啊对啊。